欢迎收看 Who's Hello 谁在 Hello， 节目即将开始喽！你们分享、订阅、按赞了吗？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定时更新，赶快赶快订阅、分享、按赞 ，Go Go Go！ 赶快！同性的人不是同性恋的，他们都会有一个误解，觉得讲说，同性恋呢就只有做爱没有真爱，大家都会想要去找的，就在于你在这个环境你找不找到，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身边朋友有一点错愕罢了，只是去问你确不确定自己是同性恋，然后家人的话就会有了，就是男生就是一号，就是感觉要感觉而已，然后零号是感情，对，然后如果感觉完了之后，感觉完了之后就单了，然后我们投入感情就跌下去了，就跌深下去了。看女的话呢，会看那个男主角比较多，那个女的就直接忽略掉。我知道我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是我中学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我也不是啊，是他跟我提出分手。哦，是你是 gay 是吗？那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知道我自己是 gay。那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下巴会掉到地上去，可是刚好到最后他们还是能接受。我到时候我去我亲戚家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都已经是了。但是我们都不会去问了，其实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两粒东西塞进去了，过后再把我们那一的是谁，其实一的是谁，一的来举手一下吗？ Jack 真的、他们两个说我是亲、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有荣幸，因为这主题不是每个人都敢讲，对，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观众朋友应该都会很有兴趣的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活。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这个话题呢是 Malaysia 马来西亚呢非常 sensitive，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关注，可是就没有人敢去讲吧，因为他们的两粒都丢起来了。可是真的这我也很敢啦，就是这我就全部里面最有 hood 的那个就会了。OK，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姐妹。OK， 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我觉得要讲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很难，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很 special， 怎么 special？ 我们今天居然来了一位 couple， 就是我们的 Slimer 跟 Kenny， 两个真的是三十人啊，还穿 couple 啊，还穿手链啊，真的，哎，亚细兰仔耶，亚细兰啊，全身一样啊嘛，看到眼睛都要瞎掉。而且你看他们今天很 special， 你看他们的手上，他们就是戴了他们的标志，啊，就像我们的题目，他们的爱没有不同 ，LGBT 就是要这样子嘛。对的，对呀，啊。OK， 我知道 Slimer 其实是你一个很 special 的身份，你自己是不是？你是一个很 special， 反正你自己是 drag queen 是不是？哇，女王风。对，这个身份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应该都会觉得全部应该会很关注你吧？会蛮关注一下的啦，因为他做的东西是不是很多人会做的东西？对。其实这个东西是兴趣吗？还是你自己喜欢 makeup？ 来，我们有我们的超强，很强，这是那个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看我觉得有 Brian Wee 的感觉 ，Brian Wee 真的有 Brian Wee 的感觉，不一样，输他 ，OK， 您，他是 Queen， 我是 Queen，OK，Sorry，Queen，Sorry。其实这个身份是你怎样在什么情况之下，为什么你去做这个 Drag Queen 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就是破产了吧，然后就是遇到一个 manager， OK， 就是经理这样子，他就忽然就问我，就是要不要。尝试做这个 drag queen 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第一次我要做 drag queen， 因为平常都是以男生的样子，对，然后忽然间的时候我要就是以一个女生的样子来见人的时候就很纠结吧。我觉得因为尤其是在大马，对，真的，所以我一走出去我就会觉得那个目光全部都是在我的那个焦点，就在我身上，不好吗？全部眼睛在你身上不好吗？可是我的第一次啊。你的第一次什么第一次？My God 啦，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吗？算是，对。嗯哼，所以你是不自在的做这件事情吧？第一次的时候，真的。然后，可是接下来是，所以这个drag queen 现在已经变成是你的职业嘛，对不对？现在变成我的 part time 这样子。part time， 所以你的 full time 其实还是什么呢？还是美发师。所以你就是做回你的美发师。我现在很多工作啦。
哇，很忙啊，现在大红人，哇，谢谢你抽空出席我们的节目哦。我现在是一个美发师，也是一个 drag queen， 也是一个 YouTuber。哇 ，OK OK， 可以。所以你化妆方面是你有曾经学过吗？对，因为我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化妆师，化妆师哇，真的是超强，这个人什么东西都做，什么东西都做。你没看我今天的妆化得很精致吗？真的，快点 zoom in， zoom in， 再 zoom in。妈的，这个人是戴光环。OK， 所以其实你们，我觉得，因为我们刚看照片那个 Jackie 那个妆，其实那个妆大要化的话，大概要多久呢？拿多久的时间？六七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What？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个 drag queen 其实真的是从头到脚要打扮，真的是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是男生的骨架，对，而且是男生的脸型，对对。所以我变成说我要化成女生的时候，而且其实我是单眼皮，然后而且女生的妆一定是要有双眼皮比较好看的吗？对，洋娃芭比多的眼睛。所以哈，我就是要粘很多层的那种睫毛，你知道，每一次我要粘三四层的睞毛，所以才看得到我的双眼皮这样子。哦，哎，对。可是这个身份，我就想要问了，下面怎么办？要塞一下是吧？怎么？等一下，我不明白，因为我看到你的影片有一些是穿超级超级短的，就是底裤这样子的吧？ 对, 对, 对。然后怎么办？因为我们 男生会有那个东西印出来的嘛，然后女生一定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嘛，然后你也会这样做哎。其实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两粒东西塞进去了，过后再把我们那一根东西往后拉。什么是往后拉？我不懂。哎，痛吗？有没有 feel 到？有痛。往后拉。往后拉。对，然后又有东西粘着吗？还是怎样？对，看服装，有时候我需要用到那种 cos tape。哈哈。我要用 cos tape 来 tape 着。像如果你的毛在那边的话，怎么办啊？所以我一定要定期的清理。Oh, OK。我奔。对。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身份的话，你家里人会不会觉得很来？你的 family 会不会接受？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妈妈咧，因为我妈妈是我一定跟我妈妈讲的，所以我妈妈会觉得说可能会比较介意一点点，因为她认为说这个职业会比较可能是 special 吧， special 或者没有什么人做。对，我第一场 show 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就直接去看我的 show。 哇哦，如果她有什么感想？他我就是要给他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模仿 show 啊，真当的东西，他就是一个表演者啊。对，我是一个Queen、是一个表演吧 ，Queen Bee。Hello， 今天没有叫我化妆更浓了一点啦。所以其实这个身份，你现在家里人是可以完全是已经完全接受你这个 Drag Queen 这个身份的吗？可以啊，因为我的家人、我的姐姐全部包括我的爸爸全部都可以接受。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是不是除了在 show， 你在家还是会这样的，还是 just 以一个男生的？我平常在家里是一个很邋遢的，就是、欸、我觉得你想要问的是会不会装扮这个东西、就是、在做其他的东西吧。哦，我觉得这个角色扮演 Kenny 他有没有跟你一起角色扮演玩过这个东西，玩过这个角色？我们一起扮演。好开心哦。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所以你们自己私底下也是会自己玩这些比较花俏的东西？不是，私底下我们也是有一起表演。哦，你其实你自己也是有会表演？对对对。 Oh my god， 所以就是你一个、这个、是老前辈了。老，真的假的？对，所以其实可以讲说他带你出道的吗？不算是。所以你们是不是在那边认识的？不是，不算，不是，就是 before that 就在一起还是什么？可是他是 inspired by Kenny。Oh. 是不是？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原来也是喜欢变装这种东西。不是喜欢变装，是有曾经变装过。好好玩哦，是不是很好玩？我跟你讲，他最喜欢这样的东西了。我很喜欢变装，男的女的我都很喜欢。我是想知道一下你们到底认识多少年了？应该讲说我们在一起有六年多。哇，好长哎、欸，好细哦，长哎、欸。我跟你讲，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 tricky， 不是同性的人，不是同性恋的，他们都会有一个误解，觉得讲说，同性恋呢就只有做爱没有真爱。对，就是他们就是讲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身体的肉欲罢了，身体的肉欲就是没有一个真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应该会很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讲说哦，你们就只是你知道就是爱做爱而已，就没有真爱这回事。在我的身边的朋友其实是有的。哦，对，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可能吧，可能吧，可是你们自己不是，我是真爱、啊，你是真爱。这样你们呢？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你们自己啊啊！欸、看他的脸，看他的脸，哦，有啊，有还是 有，会有。可是你们自己应该也是会想要自己找到真爱吧？这我觉得真爱这东西是大家都会想要去找的，就在于你在这个环境你找不找到，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就比方你找到之前先玩先啊，是这样讲哦。哦哦，年轻就是本钱嘛，对不对？哇，跟你讲就是没打憨他。OK OK， 现场呢，我们这边呢，谁是？我觉得应该全部都是有零的，有一的吧。哎，我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零不零一，可是我们要插销你们了，你们自己去找看什么是零，什么是一，好不好？所以零一的是谁？其实一的是谁？一的来举手一下吗 ？Jack， 真的？喂，他们两个什么事情？真的假的？喂，是不是我脑问题？没？是啊，互相啦。哦，所以是互相啊，所以有时候会扮演零的角色，有时候会扮演一的角色。我算是零点九，零点八五，还算得更准。Oh、我真是 好、啊，我看他们两个举手的时候，我真的，我们可以变成兄弟，也可以变成姐妹。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有可能今天你们出去的时候，可能就好像有兄妹的感，兄弟的感觉。可是过的时候，哎，兄妹也是可以啊，妹妹吧，对不对？这样 Jack 呢 ？Jack， 我是纯一号，纯一号，纯一号。啊是真真正正的一号，哎，我想要知道一个东西。什么？啊，你问。就是你们一号的话，我不懂啦。是一号的话，其实你们在看动作片的时候，你们是看男的还是要看女的，还是你们会看？我不懂，你们是会看女的，还是你们是完全不会看女的吧？还是你们就是全部只看？不会。你们看女的，你们会觉得好恶心哦。我通常看女的话呢，会看那个男主角比较多，那个女的就直接忽略掉。他就是你们就是那个女主角。在我脑海里面，那个女主角已经是马赛克了。所以你是想说，一个女生站在里面先全裸，你有没有感觉？是在关掉那个声音，我不想听到那个女生声音在叫。Oh my god！ 就已经打蒙了在前面，我也看不到了。哇，他们超强哎、欸！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看女孩子裸体，你们是不是真的完全没反应？站不起来，不能，我给他衣服穿起来 ，please。所以 ，OK，before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是同性恋之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谁是曾经有交过女朋友的？有好感过，有试过谈过一次恋爱 ，form five 的时候吧，应该是。那时候是第一次恋爱，什么也不懂嘛，就懵懵懂懂的，就第一次嘛。什么东西有做到完吗？没有啦，没有啦。什么东西都没做到，牵手。牵手这样子、kissing? 就很普通的kissing 这样子就额头一下吧。哦，然后接下来就完了。额头没有解决，不了就这样，额头就这样子吧，完全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的。所以你是那个 girlfriend 有在一起有多很长的时间吗？没有，就一个月吧。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就第一次谈恋爱，我也不懂这样子。所以你是好像跟他谈恋爱哦，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女生，是这样讲吗？也不是啊，是他跟我提出分手的。哦，其实你是 gay 的。我那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知道我自己是 gay 耶。然后你是怎样？你是怎样被启发的？你是怎样被发现？发现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同性的呢？应该是看爱情动作片的时候，然后就只是。就注意那个男生吧，然后就我觉得啊，这样子可能自己是同性恋，然后就OK， 好，我是同性恋。如果你就 try 交男朋友，这样就没有立刻去交男朋友，只是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罢了，就这样子。所以你知道的时候，你其实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你的家里人，他们是有什么反应呢？身边朋友有一点错愕罢了，只是去问你确不确定自己是同性恋，然后家人的话就会有反对了 ，of course。我觉得在场的所有，你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们不是你们所选择的吧？就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觉得自己是天生的吧？还是你们会觉得是后天？因为我其实是有朋友呢，是被女孩子hurt过，然后他觉得女孩子都是很 bitchy 的，所以等下他就想说，这样子我就去 try 跟男孩子交好看看。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就是本身你就是。有喜欢男生的底啊，你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怪在女生身上？可是不一定的，有一些是看感觉的，我是看感觉的。所以两个都人呢？没有，出来了，已经抓到了。要出柜的意思吗？
我讲了什么？没有没有，我就觉得感觉很重要，就女生啊、男生，好像你们啊这样。对对对，所以 Grace， 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到自己是同性的呢？我发现我自己是同性啊、一开始我是在中学的时候诶，我是看男女都是一 pair 嘛，然后我就觉得诶，应该这样是对的吧？然后我就去尝试跟女生啊、喜欢女生，对于女生好感，到最后掺在一起之后。然后变成姐妹，然后变成好餐的感觉，就对我来说，哎，可是没有爱的感觉，对对对，就没有那种火花的感觉。对对对，然后之后我就出社会啊，我就觉得，哎，也是男生跟男生可以在一起哦。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对男生比较喜欢男生，然后就变成这样、哦、到现在的这样的样子，就是很喜欢男生、啊，就是顺其自然吧，对对对这一路、啊。所以你家里人知道的话，你家里人现在是知道的吗？是知道，但是没有说。因为他们没有说很支持，很反对，对、嗯。然后这是妈妈就会问候我怎么样类似感情的事情，因为很多现在男生只是可能好玩嘛，对。然后就是一直我被伤害嘛，就是男生就是一号就是感觉要感觉而已，然后零号是感情，对。然后如果感觉完了之后，感觉完了之后就单了，然后我们投入感情就跌下去了，就跌深下去了。所以我们这种伤害是零，是不是你们很有感触？ Oh、真的 ，Gleason， 你是不是觉得讲得好好哦？我觉得我们零号的朋友啦，可能就是用很容易就下了感情啊，就可能那一晚上我爽了，哇，原来他做了一些小动作，哇，原来是对我有感觉的，那么是在发展，但到最后都是可能会被 hurt 啦。就是隔一天早上醒来想说，嗯。就这样咯，拜拜。如果是我，也是觉得很伤心啊。来，我真的是很爱你这个感觉，然后你放完我，我就要走，我就得。You suck！ 哎，以为我的洞很好用啊？都懂意思，对不对？也是不一定的哦，有时候也是经过了那个晚上过后，我们就长打到现在了哦。哎，我们今天有不一样的版本哦。Kenny 跟 Slimer 真的每次都会有出乎意料的answer，就是那种惊喜，就是他们了吗？哦，所以你们是不是先发展的，先 testing 看安不安用先，是不是？对，这样没有那种好像我看到你，我喜欢你，然后才慢慢的在一起，不是讲说我们一在一起就要试车才有爱。但是很多都是先试车再在一起，但是我你没有试车的话。到时候后悔了，当你发现到的时候，你会后悔。拿回家不堆塞，你知道吗？对，怎么说？就你买鞋子，你也要试嘛，对不对？对，你试了啱，你才买。对，不啱好好、哦、带回家。哎，又觉得好像穿了够脚痛，对不对？啊、对，不能硬穿、sorry， 又不能硬穿，不要买了，就得给他走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很讨厌新年期间吧，因为新年期间就有很多姨妈姑在会问你们讲，哎呦阿伯呀，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有交 girlfriend， 为什么只是要结婚，所以你们其实要讲对应的、对应这些亲戚朋友呢。而且、我到时候我去我亲戚家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都已经是了，但他们都不会去问了，如果他当场问的话，我讲 so 得罪到你吗？哇，这就呛瞎。我要说一个很特别的版本，又在是我们俩，又在是他。每一个新年一定会有亲戚会问那些很奇葩的问题，我跟你讲，我们都不需要回答的。怎么？你们就牵手？因为有我的妈妈。哦，你妈妈就是在解释到还是什么？因为我的妈妈会直接介绍野博。哎、欸，我觉得 Slimer 跟 Kenny 真的好帅的、哦，所以你妈妈是完完全全已经是免疫这回事，觉得讲说，对、哦，我就多了一个女儿吧。你会看到说，我的亲戚哦，就是会完全就是傻眼啊，就是那种下巴掉到地上那种、哦。对，人家就想说，哎，其实 Slimer 的妈妈也没有介意的话，我们这三姑六婆介意个屁呀、啊，这种心情对不对？来录，怎么心会惊咯？是啊，所以其实 Jack 呢，通常都是用。先存钱，然后先有事业这样子才这样子搪塞过去了。哦，就是讲一些啊，都是讲一些场敷衍啊，敷衍他们过去这样子哦，没有办法了，不然你直接跟他讲。有时候他们也不是讲，因为他们都是长辈啊，就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接受到，然后讲出来新年。难道吵架没有这样子的嘛、啊？对不 对？他们在后面讲你阿伯娃的啊，然后最厉害的痛苦辛苦，但是自己的家人，
对哦，对哦。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长辈都比较能接受了啊，真的。虽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哦、真的是下巴会掉到地上去，可是、哦、到最后、哦、他们还是能接受的，还是拾起来。真的，他们还是拾起来。因为再怎么讲，都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除非他们也希望。我是觉得可能他们的家庭观就会比较重一点的，嗯，哈，可能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有需要他的孩子传宗接代的那种，对，传统的那种。我就觉得很多家长是他能接受别人的孩子，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是很、啊、对对对对这个是很正常，就是他们说啊、oh, ，look at， 不要听啊，不要听啊，祝你幸福啊，我给他别塞，不要这样，因为就希望自己孩子可以传宗接代，可以这样哦，生一个孙啊，什么类似这样子的吧。所以我觉得，嗯 ，OK， listen， 你自己新年都怎样应对呢？我新年呢，通常也是跟 Jack 一样了，就他们问你，哎，你几时交女朋友啊？几时拍拖啊？你这样靓仔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喽。我其实想要以事业为重啊，然后我现在没有钱啊，我就好肤浅、啊，对不对？我就跟他讲，哎呀，我没有钱啊，我就不能结婚，没有车，没有什么，没有人要我啊。到时候其实我想跟他讲，其实我是喜欢男生的，你们不要理这么多就可以了。这样我想要问，这样你们选另外一半的时候是怎样选的嘞 ？OK， 你们有自己的排行榜吗？就是你们看到一个选看什么先？你们先会先看什么先？从上面看还是从下面看呢？会从下面看起来，是从上面看起来，是看内心先？我跟你讲，你应该是从下面看起来。所以 Simon， 你自己的择偶条件呢？我的择偶条件其实是要成熟跟稳重。嗯，对。可是我是很想知道他的。哎 ，Kenny 来 ，Kenny 来。他的想法，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六年，我不知道他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哇，你感谢我们帮你问吗？对。来 ，Kenny 择偶条件。看感情吧，感觉，嗯哼，就感觉对了，就嗯，就对了咯。我觉得很假的，他们刚刚才讲过了，没有，安不安分也是要看感觉啊。啊，懂完懂完，所以你们呢？我是注重看外表啦，老实讲，老板，我是外貌协会啦。我会先看外表先，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人他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是从他外表外面可以看得出来的。嗯、然后第二个呢，我就开始看感觉了啦。可能是早上给你的感觉跟晚上给你的感觉，哎，又不一样了。晚上的话呢，我就要温暖了。哦、对，他是一个很容易冷的人，他一直叫我们关 aircon， 跟你讲，这他这个是嗯。像 Grayson 呢，我也是跟他一样，看外表先。不要摇头，也是一样的。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眼睛嘛，所以一定要看到外表先嘛。对，看外表到感觉，所以然后里面呢？里面呢、啊？里面之后晚上广场再打算了。所以你们有没有曾经就好像你周遭就有可能那个男的是来，有可能你觉得你对蛮有兴趣的，可是呢他是直男，然后你就来，你知道撩一撩，撩一撩，然后被你们撩直接出柜的那种？很少，很少。我身边都有很多直的，但是他知道我是同性嘛，所以他们都去，所以我都很特地去撩他们，然后他们都很特地来弄我，所以我们都不会掰歪到啦，就掰不到啦。啊、Jack， 你有掰过吗 ？Jack 好像有东西要讲，直男直男我不可以。直男就完全不行。像这样子，你是比较喜欢那种刚的还是柔的啊？你是说直男还是？就男生啊，就是你另一半，你的另一半，另一半喜欢的啊？像你这样比较刚的，还是像？你喜欢哪种？两个都可以啦，两个都可以啦。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知道，在同性恋当中，就是你们会有分族群嘛。有很多代有很多名词的嘞，就是好像反正不熊族就是一个，然后什么草食男是吧？狼族啊，狼族什么？狼族什么？狼的话就是外表比较 man， 然后他的身材也比较好看的。哦，有去金的啊？对对对对对，太。哎，你的大不就在旁边吗？在旁边罢了。我觉得很明显，他就去 gym 吧，你应该有在健身吧，对不对？有，很壮啊！你看他的肩膀，就保持身材这样子，保持身材啦。所以，哎，我跟你讲，去 gym 了，我就去 gym 了。我现在看到好多去健身房啊，全部都是同性恋的嘞。我觉得应该可以在那边物色到很多吧。很多很多同性恋都会想要让自己保持那个身材，变得更好看，然后更有 market， 而去 gym。都是这样子啦，都是这样子。所以你有你这样、对呀、有些女生都是健身，主要目的是变得好看，身体健康是另外一回事。哦，现在的世界观是怎么了？但是你有看吗？直男大多数都很少去，
会讲，不是得罪到去君子，好多都有了，都有，但是我们 gay 人到时候我们 gay 人到时候会打扮，然后但是他们女生会觉得哇，这么你们 gay 人那么这样好打扮，直男不会的，很多女生问我们，真的，我跟你讲。同性的真的，他们的艺术跟他们的审美观超好。哎，你看现场全部都很厉害穿衣服的嘞，很帅。就是你知道他们会自己，你知道会有一点 make up 啊，然后会有点修自己的水准。我水准就是要高，我才能物色到更高的人嘛、啊哦。如果我的水准这样，你怎样去找一个这样的人，对不对？对对，没有办法。好厉害哦！你不要过啊，你过呀、啊。我们回去族群的，还有猴群啊！哎，猴群，猴群，所以猴群是像他这样的是吗？就比较偏瘦，就是比较偏瘦的，偏瘦的。哦、所以是有猴，有狼，有熊，熊 熊是比较像他这样的是吗？不是不是不是，他是狼，他是狼，熊狼是像你这样子啊！啊，好开心哦！熊啊，熊猪、啊，我以为我是猪啊！你应该不是选择前面猪的那个，没有啦，不至于到猪。还有一个是龙族，龙族，龙族是什么？龙族，我是觉得它的轮廓，它的那个样子是特别的深邃的，就有一点混血儿的感觉，类似这样子，它的锁骨这一边的话很深邃的，化妆出来的啦。什么？整出来的。所以，那是你定义你自己是什么？我觉得啊。Monkey， 我觉得是 Monkey 耶，这样子。可是 Monkey 是瘦了，可是我又有肥了哦。他应该是在 Monkey 跟狼中间吧 ？Monkey 跟狼，我觉得是。我也不知道，其实要是这样。由你来定义吧。由你来定啊！你想要称我什么，我就是什么。小鲜肉啊，你看这样比较容易一点。对，我们都想要称为小鲜肉。全部都是小鲜肉，不要吵 ，OK？ 所以其实，在你们自己的族群，因为。我觉得因为你们自己当然就是你们同性都会比较掺跟自己同性的嘛，你要认识的话你们就会是交友软体上面去找吗？还是以前会用交友软体啦，现在Facebook 这样子刷一下照片就知道大概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我觉得除了照片哦，你看你的这个一个小 tips 啊，去看他的 friend， 如果他的 friend mutual friend 真的如果讲真的就80%都是男生的话哦，他的几率也是很高的。哇，对，所以要小心哦，你们的 Facebook 啊，要筛选朋友的时候，要出柜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哦，跟你讲。你的有多少？你有很多是男的还是女的？一般一般。哎等一下我们开一下交友软件，不要看到你在里面啊。这样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通常啦，如果你是中学的时候发现到你自己是 gay 的话，你会选择跟你朋友讲吗？还是你觉得守到你出社会才来讲？其实我一开始要是我的话啦，我是我的我知道我怎样讲，我知道我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是我中学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我，就是我的同班的同学吗？对，就是他们把你掰弯的吗？我不可以这样子讲，这样子讲他们全部公开到了，没有，我们就把他的脸放出来了。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有公开讲说给你班上的同学知道，因为我觉得在中学的时候应该比较多，比较不想要公开的，就是比较多人中学都不大能接受自己班上的同学是同性恋吧。因为我班上的同学都是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所以你们老师呢？我的老师不知道啦，是同学自己在那边 gossip 这样子而已啦。哦，其实我想问一下，你是读男校了？我男女合校。这样你耶，你是读什么学校？我是读男女合校的。你呢？读印度校。印度校啦。陆皮校啊。男女合男女吧。Jack。男女的 mix。男校。男校哪一间？哎，男校中华。哎，男校。哎，我想知道一下，中华应该很多吧？中华不是男女合校吗？没有没有没有，以前我的时代真的。哦。所以那时候你告诉你，这边有一个先年纪的隔阂。所以你如果是在男校的话，应该有很多男孩子都是吧？之前不会，因为全部都是收着的，我自己也是收着的。哦，所以你是出了就是好像中学毕业了过后你才开始 release your， 他是被我出柜的，真的假的？因为我已经肆无忌惮的走出来了，所以是你带他的吗？对对对对，真的假的？所以 Kenny， 你以前有交过女朋友吗？没有哎、欸。
小学算吗？小学也不算吧。不算不算不算。喜欢吧。就有你有感觉的时候。哦、对、嗯。只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有喜欢过直男。哦。这样 Slimer 是你的初恋吗？当然不是啦，还有。你们两个的反应好，好你听不到第几轮了。我跟你讲。讲。有时候、哦、他还跟我讲说，哎，这个好像是我的 X 哦，可是我已经忘记他长。他叫长什么样子啊？对欸、你们应该就有很多约炮过，过一天早上醒来，然后隔一天就有可能他已经不在，然后有可能隔两三个星期，他说这个是那天好像喝醉酒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了，我说模模糊糊的印象，有这个是我有这个是我吃过了的，哎、这个我吃过了的。你们应该就有很多约炮过，过一天早上醒来，然后这个是我吃过了的，这个我吃过了的。兄弟，那个是第一次，你知道吗？哇，前戏很 perfect， 哇，很 enjoy。当他要进入的时候啊，哇，那感觉你知道，离开了，真的。哎、欸，平常只是在照片看不了，你知道吗 ？OK， 我给你们摸好不好？好。你会懂你的胸吗？哎、欸、哎、欸欸，我摸懂了，我摸。我不行啊，我脱了，我脱了。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在去赚钱。你没有偷，你没有抢。对，我没有偷，没有抢。对，所以是 what？我会想到想要养另一个小孩子吗？是一个蛮负担的东西啊，因为如果你孩子能接受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我有朋友男生的，给的真的是坐着太长了是吗？要这样搬去啊？因为他有洁癖哦，站着很累的，我就脱了裤就坐在那边了。所以讲的可以，所以因为速度也不一样。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生口压缩哦。遇到他喜欢的塞就会记得，不喜欢的就忘记啊。你可以脱裤给我看一下那个是谁吗？